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，今天14:28，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。刚才新闻报道了，四川汶川一带发生了8级地震呢。马总，我正在看新闻呢。这次四川的汶川真是损失惨重。我们是不是考虑给予支援呢？这样，我待会儿给上海浦东发展中心的秘书长打电话，我们一定踊跃捐款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了。由于通往汶川的道路一直处于中断中，地震发生后，聚源镇中学18个班的1200多名学生遭遇损失。从已经救出和部分遇难者以来，大概还有200-300人被埋在废墟中。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，截止到13号的6:30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投入抗震救灾的兵力已经达到16760人，其中军队11760人，武警5000人。今天还将继济南军区、成都军区和东北军的3万。你看看，正在采取我们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？我们先别着急，我先联系一下跟我们合作的工厂，让他们准备一些支援灾区的物资。你去看一下，你快去！啊，大王，这样好吧，我们也组织一下募捐活动，大家回家准备一下，捐款捐物都可以。好的，大家回家准备一下吧。今天召集金融界的各位人士召开紧急会议，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我们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帮助灾区重建家园。我们金融时报捐资200万。陈秘书长说的非常好，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我们海荣公司愿意出资1000万来帮助汶川渡过难关。我们公司愿意出资550万。我们华兴公司愿意出400万。我们永达集团愿意出资300万。我们智达控股有限公司愿意出资350万。我们百联公司捐出600万。此次地震，震中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与旋口镇交界处。据中国地震局数据，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级达8.0级，地震烈度达到11度，地震波及大半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北至辽宁，东至上海。是啊，是得感谢工厂的师傅们，他们天天加班才把这些给赶出来的。哎呀，真好真好。哎，春生啊，他是不是已经去汶川了？是啊，今天早上啊，他又带着建筑公司的支援队啊，已经过去了呀。行吧，那你多叫几个人把这衣服给搬进去吧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那个再来几个朋友来帮忙搬一下啊。好。哎，来。现在3号棚已经住满了，然后4号棚在那边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爸，你别哭。情绪稳定了是吗？对，那就好。老人、小孩还有伤员，我们要特别的照顾一下。还有下一批救灾物资马上就要到了，接下来到了以后呢，我们抓紧清点一下，分到各个帐篷里面去。好，辛苦你们了。没事。麻烦你把这盒方便面送到6号帐篷。好，谢谢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我是救援队送来的，我儿的爸爸妈妈是汶川中学的老师，地震的时候还在上课呢。别哭了，孩子，别哭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哭了。他们送来的时候叫他奶奶，实际上是我儿子吧，我也认不得。奶奶。楠楠，别哭了啊！楠楠乖，爸爸妈妈不会有事儿的。阿姨去帮你找你的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妈妈叫王娟，我爸爸叫陈晓东。好，阿姨记住了，王娟、陈晓东，对不对？阿姨也答应你，一定把他们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别哭了啊，乖，别哭了。
女的叫王娟，男的叫陈晓东，失踪地点呢？他们是汶川中学的老师，地震的时候他们还在学校上课呢。汶川中学恐怕是凶多吉少了，当时整个校舍全都被震塌了。今天失联人员的名单送过来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不过这有昨天的，你先看一下。把物资赶紧搬下来啊，抓紧抓紧。好好好。你们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是志愿者，上哪儿报到啊？春生阁。哎，孟磊，新的名单送过来，马上通知我。好的。那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跟着慈善基金会志愿队一起过来的。我们已经来了三天了，一直在这个安置点照顾所有的灾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公司啊，组织了志愿队，载了很多救援物资。本来呢是要去汶川的，这不半道路坏了，改到来这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的那个指挥部在哪？我们都能做些什么？我现在是浑身是劲使不上啊。太好了，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帮忙。指挥部在那边，走，我带你过去。哎哎，大家跟我来。走走，跟上。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。楠楠，睡觉去了。我要等妈妈。等你睡醒了，妈妈就来了。乖。不，我不信，我就要在这里等我妈妈。你一直在寻找的汶川中学老师王娟和陈晓东，今天下午四点，他们的遗体已经找到了。找到王娟的时候，她的身体下还护着一个学生，但是确认都已经遇难了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啊，好多了，就是还有一点点头晕而已。大夫说你是由于过度疲劳导致低血糖才晕倒的。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你怎么会突然来这儿啊？我是专程过来捐送善款的。海英，这一次灾难带来的伤害太大了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双亲。我看到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叫楠楠，在帐篷里面一直哭一直哭。她跟我说她要找妈妈，我答应她，帮她找她的爸爸妈妈。可是带我去调查清楚以后，他们说他爸爸妈妈已经遇难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告诉他呀？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怎么告诉他变成了一个孤儿？我真的还想还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，我还能再为他们做点什么？梦伟，你别难过，孩子还小，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我想
再给孩子些时间吧。你想过没有，我们现在回上海要比我们待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多很多。灾后重建不仅仅是盖楼，更要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。我想回去跟韩总立马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尽快的把康复中心给他们修好，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所有的事情。海英跟我回去以后会筹备一下援建康复中心的事情，所以这边有任何需要你随时跟我们联系。没问题，那个康复中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，我是搞建筑。行，我走之前想去跟楠楠道个别。那你去吧，来来来，把东西给我。小心啊。我也过去忙了啊。好。